我做这个瓷器好自在，不是说说我非要做这个瓷器，我做瓷器好像对我很光荣，不是这样的，是你心胸很自在，任劳任怨去做瓷器。佛教事业的开始，我是到实际去真正体会到我们佛学的发扬是要靠每一个信徒来真实发心，发慈悲喜舍之心来去从事佛教的事业。在实际功德会这么多年，我觉得很好，是啊，大家师兄师姐非常照顾我，经常来，比如说探望啊，啊关心呐、啊，啊，我非常感恩。有生之年呢、啊，我能够继续能在慈济里头做一点点的事情，这是我一，确实我心里非常高兴的事情，也是我终身的愿望。但愿众生得离苦，发观世音菩萨的心，但愿爱心广大。生生
是。